我叫滨宁啊，我今年这个54岁了。之前我从23岁嘛就开始这个干瓦工，一直在银川嘛打了这个十几年工。从2010年嘛，这个想当兵政府嘛，多次就是要求这个在外成功是返乡。 这个回家带领这个群众，讨些支付。就是这个13年开始嘛，我11月份就开始，就是修路，就先后把路、水，包括这个电，都一下就是干成了。 下来就是个4万到5万块钱，这个生意好着嘞，这个而且我还能照顾上家里，比这个打工比吃外面打工还好。像从原来，我从这个贫困县下就是一个贫困村之一嘛，贫困发生的百分之这个57.2%嘛，现在是19年年底。 19年年底下下生以后，2%，我19年年底都过脱贫了嘛。这个现在我从这正式脱贫，这个人现在都这次过上来，这个小康日子了。就是这几年我，就感觉我觉得我也非常自信，我也不后悔说是回来，也非常高兴。你看，我觉得是实话，觉得自己。 就干了。